欲しいですよね、バンド。演出结束以后 OK
Come on.
前两天一样的，也是一个提问的环节，好吗？由大鹏老师数一二三来进行选举下的人来提问。好，大鹏老师，还有一群三排队的，愿队员们。我数一二三，好吗？一二三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快点，说一下提问。啊，没有的话就算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再数一下，一二三。郭老师每天练习多久？每天练多久习？万一这边出几个万一死，不对呀、啊！万一这边出几个不对呀、啊？那是没有没有，不练习不练习，没有没有。我再说一二三。呀，偷了啥？谁不是我家？刚晒太阳。几岁开始不练琴的？能晒看了？哎，修的多慢的？你在听到我现在不是啊 ？11， 我注意我11不来，最多偏三个，偏三个来。
由于那个长板的关系，我们本来想还有多演一首的，然后只能以这首为结束了，实在抱歉，不好意思各位。如果明天还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明天上午再来观看大川老师演出。不好意思，谢谢你，辛苦了。明天中午有那个签名和合影，不要忘了。